非常感谢 Adobe 能够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大会。然后我觉得 Max 呢是一个很酷的大会，然后世界各地的设计师、艺术家汇聚一堂，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大会当中呢，然后介绍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创新和有意思的一些新的功能，这个是在之前确实没有了解过的。特别是 XD 这个软件当中呢，我觉得有一个新的功能对我触动非常大，是它可以有一个做动画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它可以把界面能够串联起来，这样可以更好的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然后可以创建更好的一个交互原型。 然后为我们的这个体验呢，也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试错的机会。就是我在昨天也刚刚给我同事已经介绍了，然后他们已经下载下来，最近也正在去研究这个软件。我觉得，因为我的这个工作呢，主要是关注在这个相机，就是手机的相机方面。然后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对于中国用户来说，他们希望的就是可以瞬间能够 get 到他们的一个最理想的一些效果，举起相机。 举起手机，然后开启相机呢，就能像我们的这个摄影师还有各种大师拍出来的照片的感觉一样。所以呢，对于这个相机体验来说，我觉得中国客户希望的就是一种惊喜感。我觉得在做设计当中，很重要的是，要了解这个不同国家的背景和文化。举个例子，其实，在小米最近，其实在印度市场发展的非常快，然后所以呢，最近就是我们也在印度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调研，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印度比较有意思，就是他们非常喜欢自拍，然后呢，但是他们自拍，然后又更喜欢的是去拍合影，在中国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就喜欢就是拍自己，然后但是在印度大家是喜欢 together 拍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就是针对这样不同的文化，我们再去做本身做设计，然后做功能，甚至是做整个相机的一些效果的调教，我们要会做很多不同的效果在里面，对，然后还有包括个人的喜好。举个例子，可能还是举刚才的例子来说，中国呢，他在自拍的时候，他更喜欢拍的自己可能是瘦瘦的、白白的、粉粉的这种感觉，但是印度他们更喜欢是还原自然真实的效果。所以说，我们会针对这个不同国家的文化喜好，然后也会去做不同的这种效果和设计，对。 其实我觉得，随着自己工作经验的一些积累，我觉得，很多创意的想法其实是来自于用户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再去做设计，然后再去做解决方案，我觉得，主要的是要去解决用户的痛点，所以我们会做很多的工作呢，去和用户打交道，包括在小米，我们会有一个MIUI论坛，然后会去收集小米的用户反馈，同时我们也会去做很多的用户访谈，进行，深入的1对1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呢，然后他们会给我们反馈他们的一些使用中的一些痛点，其实他们的这些痛点就会转化成我们的一个创意的来源和设计的一个创意的基础，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提取，然后最终呢，我们会凝结成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去落地在我们具体的产品当中，然后最后会生成这种交互和体验。对，目前因为我们本身是做和相机相关嘛，然后呢，所以我们用到了最多的可能是 Photoshop， 然后还有 After Effects、AE。因为最近呢，就是大家也感受到了视频的发展就是越来越迅速嘛，然后所以呢，我们会采用 AE 的这个软件，然后去做很多和视频相关的一些特效，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个照片还有视频的2个方向上，然后都会去发力，也会用到 Adobe 相关的很多的产品。